ご覧の番組はシ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1年間の保証障,障害サービス。力巨人、あなたの車を守る。<music> Q350 有什么大問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有啊 Q350 是永遠都市内の飲食。里程太高く持つ機然だ。有一些感銘器、あるいは車内有感銘器だ。は好啦 Q 三五零不错的车子，为什么二手车商都不喜欢挂过红牌的车？不是二手车商不喜欢，哎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从来卖什么样的车款，有没有挂过红牌，有怎么样挂过租赁什么，从来都不是二手车商不喜欢，你忽略了一点，是消费者不喜欢。如果消费者都很喜欢挂过红牌的车，二手车商没有道理不喜欢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。 二手车商是被动的。我再说一次，很多东西，不管是这个在卖任何的商品也好哦，其实做生意的大部分是处于被动的。撇除掉台湾目前最屌的一个行业卖拉面的呵呵，现在台湾卖拉面的很屌，不爽吃不要吃我们这边就是要排这么久之类的啊，直人没有啊。红牌的车是这样，红牌的车就是有一点类似以前计程车的意思。 只是以前的计程车多了一个，它有烤黄漆又烤回来，对不对？就整台都烤漆，人家就觉得哦，不是原漆啊，这计程车怎么样？就超位，好就 Tune 比如说，那主要还有第二个原因，除了消费者买会有这个疑虑以外，银行在你在申请贷款的时候，好、哦、做过计程车挂过红牌的车，银行的这个贷款层数都会降低。例如说，如果一般的正常的车可以贷到八成，贷到九成。 挂过这个寄存车牌，可能是六成、剩七成，所以你要借钱贷款的时候也贷不了那么多，所以就会变成造成销售上的困难。二零三一三年黑色九代开过一阵子，Uber 问到的二手车车况再好也没用。对啊，当然啦、啊，所以很多人哈、喔，之前流行说什么挂红牌省税金有没有？就到最后你卖的时候价钱很差，much more、啊、你省那个税金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有很多时候都这样啊。 而且我跟你讲啊，开过一阵子，我讲这以前到二手车行最常讲的一句话术，你知道吗？全场都是什么倒菜地，剁菜底的，倒菜地就是用来形容当过计程车的车子又改回来的车子。我我相信现在应该比较少这种车行。我等下跟家讲为，跟大家讲为什么？以前哦，大概十几、十五年前左右，十五六年前左右，很多真的各县市超多。 那个整场车全部都是计程车，那一些同行的朋友出去外面的车行，同行盘车到外面找车，全部都一律只找计程车回来，他只买计程车，买回来就是黄的。好，那时候最喜欢买的就是什么 Camry、Cam ry, Artist，再来就是这个 Lancer、g o b r l Lancer，Lan 那时候还是 g o b r o Lancer 的时候，还有零二年的那种 Lancer，零二零三的那种方灯 Lancer，那时候一律都找这几款车，然后洗美。 好，类似这种比较年轻车款的车，然后都是计程车买回来，全部都漆磨掉，烤回原本的漆，然后整场车全部都是计程车改回来的车在卖。抛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它抛在网络上价格非常有竞争力，因为以前那个时候哈，当过计程车的车啊，一定比正常的车，二手车商在收的时候，行情低约莫八到十五万。假设你一台正常的 Global Lancer。 车行在收正常车三十万，漏菜底当过计程车的车收回来只要二十万啊、哦，甚至十五万、十八万。那个每一台都开二三十万公里了，收回来以后全部漆磨掉，而且一定要买这个天窗版的，然后一律这个黄漆磨掉，改白色，改大包，改 linking，改酷炫，然后内装的椅子，因为椅子都破掉了啊、哦，所以就是充杯、哦，所以一律。 外观烤漆好，大包装好 l i n k i n c u 换好。以前那个时候，荧幕还没有那么普及，那时候还是哦，比如说改个 s o r y 的 s o r y s o r y s o r y 哎，现在流行了没二十年的 s o r 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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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嘿，好改成 s o r y 啊 p e n a s o n i c 呀，哈，好 h e j o 出来你的成本，你看我刚刚讲花这些东西，假设你一台 Gopro l e n 人家市价三十万买回来，开价可能会一到两成，好，假设他开价是在三十三十六万。 正常的 g o 高保值就要卖三十六万嘛，因为他收三十嘛。但是你假设你收个十五万、十八万回来，刚刚算这些东西花起来看一万、三万、四万，哎、欸，大概再花个五万块左右。你想要十八万，再花个五万，你的成本也才多少？二十三到二十五。然后你开价多少？人家开三六八，你不用，你开三二八就好了，八万的利润。所以怎样？在在第二个。 那时候有那个《苹果日报》可以刊登二手车广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还有这个网站上面，那时候雅虎、ah 哦，好少许有些人在雅虎、ah、上刊登。你那个价钱一出来，大家一样，零五年的 g o b o l a n c e r 人家开三十六万八，你才开三十二万八。然后你的车看起来，哇，又是白色的，又有大包，又有改了一天酷炫，哇，看起来好漂亮哦，干干净净的哦，又有天窗，一油的，有没有？你你的吸引力是就比别人强，所以人家消费者就喜欢。 就会去容易去找你看车嘛，容易被你吸引嘛。你车更漂亮、更便宜啊，照片上面更漂亮。好，我们与其不论底盘有多烂，或者是引擎、变速箱怎么样，那都不重要好。哦，我靠，冲啊碎碎，来店拉啥贵？<laughs> 好，反正你人来了，我在处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来店里，哎、欸，看一看，嫌嫌他哈，不想买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再来陈大哥，哇，再哈哈啊，这把陈大哥雄啊，哇，刚开始呃。 我还一播啊！陈大哥、阿力郎的来啊！是 <laughs> 好，就开始了，好就用这种方法。所以那那个时候真的很流行卖这个豆菜底计程车，而且贷款又好贷。其实那个时候的贷款啊，它是不看你有没有当过计程车的，它就是依这个你的车子的车款年份，然后看这个权威车讯有没有哦。 对下来好，权威写多少钱就多少钱。那我跟大家分享过，一般自备一层到两层，所以你三十六万的车，你大概要自备三万到五万，所以你大概可以带个，你自备三万就可以带个三十三万左右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买那台正常的三十六万八，你准备三万，好，你大概带三十三万，比如说对不对？你大概带三十三万啊，自备一层三万。诶、欸、问题来了、哦，同样年份，我的记得，之我只卖我只卖三十二万八。 所以什么？你可以贷三十三万呢？所以你是不可以免头款全额贷，不用自备款。哦，所以那时那个时候，这很多的年轻人没有钱就想要买车，没有自备款又想买车，很容易极大机会去买到豆菜底，继承车改回来的，因为可以全额贷款。表定零五的 g o b e l a n c e r 就是贷三十三，但是正常的要卖三十六，所以他要自备三万。那我现在有一台豆菜底的，我卖三十二万。 哎、欸，可以全额贷，甚至有的可以超贷找钱，好，所以那时候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很可怕，我那时候进这一行没几年哦，我去一些这个专门在卖这种豆菜底的店，我跟你讲，一家小店哦，我看一下，大概一家店里面大概二十台车以内，小小的店哦，它大概全部放满就二不会超过二十台十几台的一个小店家哦，然后它只卖这种计程车，一个月哦，那时候真的是台湾。 二手车经济级奇迹，他卖这种车，他一个月哈，我我去跟他了解，一个月可以赚一两百万，真的很可怕，超好赚，CP 值超高。你在北线，不要说北市，北市贵，你在北线租一个可以放十几台车的小小的空地，那个一个月那时候租金了不起三万五万，然后那个成本又低，你看哦、喔，你一台 Go b o l a 都花二十几万的成本，你十几台就不就两百多万。 好，我假设拿三百万出来做生意，一台二十几万嘛，好，可以放，比如说二十台好了，也才四百多万、五百万，好不好？了不起了一台二十几万的车，一个月可以赚一两百万呢。看看有什么投资比这個更划算。<laughs> 好，所以这个，但也不能这样讲，因为他有有冒一个风险嘛，冒什么风险？被告的风险啊，被开枪的风险啊，他是有冒的更大的风险在做这个生意、啊。好，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他是。 卖的时候没有告诉人家机人车这件事情，但是很很无良嘛，哈、哦，可能不合法也算诈骗的一种。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说，他也是冒风险在赚这个钱，所以这个这个叫什么？性价比很高 <laughs> 啊，本意比很高。哦，那时候常去，因为那时候为什么会常跑那那种车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些车行他收到正常的车他不要，他们还是有机会客人跟他换车，有正常的车没有当过机人车的车换给他嘛。 那他是不需要的嘛？他只想卖机车，他只愿意卖，因为他觉得卖机车 CP 值高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会常去那些同行在那边跟他们妈的屌炸沙鸡啊、玩大佬二啊、在那边比白啊，跟他们怕妈鸡，跟他们这个打好关系，因为他们如果有一些正常的车估到，他就会卖给我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所以我会常在那些车行里面混。 对不对？因为他有正常，我去那些做正常生意的店，没有什么屁用哈。因为他收到漂亮的阿提斯，他也要留着卖，他不会卖给你。好，所以我要去那种店，他才会把正常的车卖给我，好不好？所以那个时候，那后面为什么现在越来越没落？因为现在银行会看你这台车之前挂过红牌，当过计程车，那银行愿意贷给你的这个成数就降低了，那就不能像我们刚刚讲免自备款、全额贷款。 哦，就是，然后再一个，现在的这个资讯越来越发达，对不对？现在卡梅丢都被爆料，公社都被阿诺阿哈。好、啊哦，所以这个现在就越来越少了。以前真的很多，以前那个看人家在赚钱如流水，很可怕。我曾经哈有有一个这个车行的朋友同业哦，十几年前哦，就那一阵子那几年哈，他这样转转转转转，我看他好几年工作，他都没关系，他是真的休息到不行了。 哦，要找找找找事做了，然后才出来随便找件事情做。哦，要不然他那一阵子那那一个时期赚的那那几年他赚那个钱存起来，房子也买了，哦，还可以这个不要说退休啦，他还是坐吃山空，他还是休息了几年，还是得出来工作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多可怕，那个多好赚。请问怎么从 E S 跟 I S 做挑选？两台车消费 T 有什么区别？看不出来吗？ <laughs> 啊，就大跟小啊，一个舒适型的，一个运动型的、啊，一个稍微年轻化，一个稍微老年化、中年化。哈哈哈。论 CP 值来讲，在我这个年纪，我觉得 ES 的 CP 值比较高。那各位可以记得一件事情哦，其实以保值来讲，IS 也会比较保值，因为主流车款永远是保值的，不无论它的大小，哈，或者是它的这个外观，受到年轻人。我跟你讲，一台车如果做的。 让年轻人爱，那个价钱就会好了，你知道不？因为年轻人啊，冲崩，消卡，消气大，赶快哦。所以如果是我，我会觉得买 E S 的 C P 值是高的。当然，因为我是中年人嘛，我不是年轻人啊。你如果我今天我是年轻人，我说滚，那 E S 也老会压我像没晒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我年轻二三十岁的时候，我也要 I S 啊，妈的，我开 E S 出去，人家以为我开爸爸的车出来骗吃骗喝，鬼哭神 年轻就是要开符合你这个年纪的车款嘛？哎、欸，以前年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莫名的、很很奇怪的那种坚持跟那种想法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干那我宁愿吼自己存钱去买一台小西美，我也不要开，比如说不要开爸爸的凯美瑞之类的。小时候会这样哎、欸。之前讲很多案例，业务会把车价灌在利息上面，可是不是客户对银行吗？所以中间灌的利润是银行私底下给业者。 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回扣啊，哈，推广奖金，他们叫推广奖金，你知道吗？啊 <laughs>，就是这个银行啊，会会有那个 DM 嘛，然后就去车商拜访，哦，来，你如果办我们这个，好，我们有现在有一个什么一个利一个一个方案哦，假设这个你办的客户办利息办八趴，好，我们会有个推广奖金多少钱？ 有没有他们的名字叫推广奖金？有一阵子有管制，有没有？不要给人家觉得说好像拿回扣什么。他是用邮票，中邮的邮票，加油加油的那个券一本这样，很有趣。那就跟去那个电动游艺场有没有？啊，你看那个电动游艺场，每个人出来都抱着大大小小的电锅，有没有？好 <laughs>、啊，拿那个电锅到后面的房间再换钱，巧妙的规避掉这个交易的形态。同理可证，不要拿钱就好了。 没错吧？所以以以后这个大家弄好嘛，我们不要说是这个，我们就说我们在援助失学少女，对不对？结束以后你就拿几本书，对不对？来，失学少女哈，好好用功读书。这里有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<laughs>，哈就是这个送给你哈，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这一次交易的，不要说交易哈，我们这是交流。好，援助失学少女完，我们就给他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，然后《唐诗三百首》。 他再拿去这个商品兑换部哈，比如说一本可以换五千块，一本可以换五千块，诶、欸、他就可以再把它套现出来啊。像警察来说没有，在援助四学上，你看，我说给他唐诗三百首，我没有给他钱，是够的，是够的，我不知道是够的，我已经很久不卖了呢，卖过一台引擎出问题，我就不想卖了。然后我当然我是跟客人原价收回来了，但是我觉得那个车就，哎、欸，我讲到这个我就想哦、喔。 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 l a n o v e r 有没有？不是在路上雕车有没有？牙医师有没有？看那很可怕，两个在路中间。哎、欸，你知道那高速公路多危险？哎、欸，新加坡这种拢现在叫 Winky 你知道不？如果你们我跟大家分享过哦，你如果曾经有在高速公路，不要说中间，你在路边站着，你知道吗？你平常你在高速公路开一百，没什么感觉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还很慢，你还嫌前面开太慢。 你站在高速公路路边，你去感受一下那旁边过过去的车子，啸啸啸，喵喵！刚才看 F1 呢、欸，你知道没有？嘿、欸，今天 combo 哎，刚才你看赛车比赛，哎，站在路边真的很可怕。高速公路在路路路肩呐、啊，对以前车故障啊，放警示牌啊什么，在高速公路那个真的很可怕。我看那个画面，那老婆站在中间，上面哎嘞哎嘞，那这样唔惊死？那冇将撞到，那正就好稳呢啊，咁站呢？ 你看啊，那个车这样子坏，那我们刚我讲到，我说那个斯柯劳，因为那个法比亚引擎的事件，我就没有卖了哈。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会感受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看他现在路华掉车，那他今天他是跟路华买呢？今天他如果是跟啊，不要说什么，他如果今天他那台车是跟小斯买的，比如说小斯卖他一台这个一年车路华，那他掉在路中间，看那他是回来干掉我呢？哦，干小斯卖我的车会熄火，然后他妈的一直在鲁小我。 问题是，干那台车不是我做的，那台车我卖给你的时候，可能里程也不高啊，车也没有撞过啊，好还都原漆啊，啊原厂保养记录齐全呐、啊，然后我我经个手卖给你，那那台车如果万一我假设今天这次的事件车子挂掉，干他是他绝对是来小狮汽车抗议，他绝对不是去陆华抗议，你信不信？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很无奈啊，干也掐不起要走哎啊，我们也是这个尽我们的能力。 去这个确定说，哎、欸，这个车的来源正不正常，对不对？保养的好不好？然后这个车子有没有事故撞过？怎么样都没有，所以我觉得，看我卖这个风险也是很高呢。经由我手出来变成是二手车商的责任，不是新跟新车公司没关系所以我常,常才觉得说，有时候我们在卖二手车，我要挑车，我真的要挑车。好，我可以承受这个一次的这个失败。好，我赔给客人没有关系。 但是下一次我就不卖这个车了，为什么？看，很倒霉啊！你车如果做的不好，我不是很倒霉吗？我本来我上次我以前是我卖 i 十，唯一的一台韩国车 i 十，我觉得它是不错的车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卖 i 十，就是因为有一台这个我卖出去 i 十的客人，这个紧急刹车撞到前车，然后他说这个是我们的刹车棒浦坏掉，那我们刹好刹车棒浦坏掉，我负责，我还帮他负责。 陪人家修车，陪他自己修车。那有时候我会觉得，啊，那个东西坏掉是我卖给你的时候，我故意把它弄坏的吗？这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他载车做出来，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坏掉？哦，我给你的时候是好的，那他突然坏掉了，好像是我的错。OK 啊，我可以赔一次啊，我就陪客人，连他被他撞到的人我都赔，对不对？甚至我没有去讲说为什么你要跟他那么近。好，我也在盖灰嘛，可是我觉得我的个性，我不会去灰这个东西。好。 你的车修我赔，前面的车修我赔，那之后我再也不卖这个车了，我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其实大家很担心说，哎，市面上有什么车，有一些什么通病什么？其实我比你们都还要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会变成不是我的五外掉变五外掉，你知道意思不？啊，我就好好的卖一台好好的中古车啊，干他新车，他做的时候就没做好，他做出来就瑕疵啊，干我屁事哦、喔！啊，我就要去告乌赛，因为是从我这边卖出去的、啊、车不是我做的嘞。 哎、欸，我问你啊，如果假设你今天叫一个 Uber，你买了一个便当，然后他送来给你，然后你吃了落塞，那请问一下，你是告卖便当的，还是告那个外送的？<laughs> 对不对？我就类似是那个外送的嘛，我是赚服务费啊。好啦，这个就是这样反正我们这个在这一行做久了，那因为现在资讯越来越发达，所以哦，大家也可以很快速的接收到这种各式各样的问题，然后很快速的都可以做吸收。那 这个大家也可以很及时的做交流，没有阿、啊、七哦，我跟你讲，这其实就是一个做生意选择方式啊，也没有什么好好抱怨的啦。每一个生意都有它的难处存在，所以我最喜欢讲一句话，就是有些人他永远看别人的工作好像很好做，可以赚很多钱哦。我、哦、刚才去评商，他就得每天啊，你下午就他妈的就在群主聊天聊得很开心，你都不用上班。他妈的，我在那边上班累要,要死。 有没有有这种朋友嘛？对，而、啊、其实人家在辛苦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啦，我是这样觉得。我也不能觉得说这个啊、哦。好像我们行业很倒霉、很辛苦，那只是在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而已。其实我们自己很清楚，就是每个行业，我今天去换的另外一个行业还不是一样，会有干扣的地方啊，一定都会有的啊。然后刚刚有人问三三五哦。 三三五是这样，三三五其实它的改装潜力很高，它认真改起来其实不输 M 三。好，我我指的是直线的加速度，然后这个 CP 值又高，因为现在三三五其实相对也没有那么贵。好，所以这个有一阵子是蛮流行的，但我自己是觉得那个车毛病真的蛮多，那真的是要准备蛮多钱去照料的一台车子哦。但它是一台很会跑的车子。小师，请问推萨巴九五 w a g n 吗？ 在跟 Camry 六抉择中，预算三十，那当没有啊？看你的那个啊，你如果是车吃，你就是买 Saab；，、啊、但你如果是这个以经济为考量，你就是用 Camry 啊。涡轮是耗材，可是很少听到人在换涡轮。但是身边三听 U7、三台 U7 都坏涡轮，輪三台都陪售，其中一台是他自家姐夫车行卖他的，有啦，涡轮一定会坏啦。只要涡轮车年纪久，一定都会可能叶片会损坏、会磨损、会损耗机油。 都有可能会发生。小四哥，请问常看到推荐代步车，但很少有推荐业务车。每天跑高速，不考虑省油，油钱公司会出，有大方向提供吗？业务车就很简单，一律就是日系车啊。而且你还要想到一个问题哦，妥善率嘛，因为你用的多，你虽然油钱公司会出，问题是你的损耗、你的保养，公司会不会出？你的保修公司会不会出？如果保修公司会出，妈，管他王八蛋，你就买个最爽的就好了。对啊。 好，所以如果保修公司不会出，你还是要以日系车为原则啊。我讲日系车现在已经把水准提升到差异不会太大了。我觉得现在各厂牌日系车真的差异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夸张了。小师哥收的福特当中有哪一台坏过涡轮吗？我认真讲，好像没有诶、欸，就像福特变速箱三代一样嘛，大家讲三代 Focus 变速箱，我真的很少修到。 哎、欸，我卖的 Focus 超多哎！如果你们有长时间在关注我，我卖 Focus 真的卖很多，但是我真的以比例来讲，修到变速箱比例真的蛮低的。所以有时候我好像看到一些论坛啊，在那边讲，妈的什么一大堆问题，什么吃水，什么变速箱怎样，我真的客人一定会回来找我吧？所以啊，我觉得车子进车没有啦进车是真的要挑选呐、啊，我没有开玩笑的，因为每一次哈。 虽然这个影片里面跟大家分享到很好笑啊，随便看看哦，螺丝有没有转，哦内装怎么样等等的，可是事实上估一台车有很多东西要看，那里面其实有富含了蛮多的经验值在里面的。我认真讲，一个行业做久也会有个敏锐度，包含看到车主、看到车子里面放置的东西、车子保持的样子、好、哦、外观内装已经是的那个气氛感觉。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各个方面下去综合评估起来，不是很单纯的，就是真的像大家讲啊，看看螺丝，弄一弄，哦，讲一讲，就这么简单的啦，真的啦。那我我认为是这样啦，就是基本上我们影片从以前到现在，从我很认真傻傻的开始在拍影片，没什么人看的时候，到后面哎、欸、都讲一大堆妈的，有的没有的的时候，这一段时间影片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还是。 带有一点点的知识性在里面，那我相信除了让大家对于买二手车会有一个基本的敏锐度以外，哦，还让大家知道很多的手法，哎、欸，干嘛怪怪？好，我们就先 hold 住，先看别台，放入购物车，哦，考虑，我觉得一定会有有有一点帮助了，我觉得一定会对大家都话一定会有点帮助了。但如果认真讲说，你看了小四的影片看了两年，你要自己开一间车行，我是觉得也没那么容易啦。 我在私讯里面就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、有的没有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小四哥，我把你影片看完了，然后我要去啊，意思就是我可以出来开车啊，或我自己可以出去，这个用我看影片的这个这个学到的东西，我就要去精准的买到一台好的二手车。基本上我是觉得这样的想法是还是有点天真，或者是说，小四你可不可以跟我讲，我想要去看一台二手车，我要去哪里看一台二手车？你可不可以教我要注意哪些地方？那通常我心里遇到这种问题，其实这种问题很多。 哦，小志哥，我要去哪里看一台二手车啊？不好意思，因为这台车哈，你那边没有卖，好，所以没关系，我在别的地方找到啊。你可不可以教我？我要去看这个这台车，我要注意什么？那有时候我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，我心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，我二十年的经验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用文字，甚至用在这边直播，然后就。 全部讲出来给你，甚至我出了一本书、两本书，你看完了，你就可以把这二十年的这个经验你都吸收到。那大家真的都可以开二手车行了，我认真讲哦，所以其实真的要注意的东西跟经验真的是太多了啦。接等一下抽奖啊，那个什么力巨人啊，排挡锁有没有最专业的排挡锁？行销各国，力巨人用心守护你的爱车。好，力巨人圣帕斯干爹又回来了哈，一年保护终身服务，圣帕斯强化考尔。 好，我们每一次的公益车，他都帮我们赞助考尔，这个对我们算很好，好吧？这个是大家相辅相成，好不好？好东西就是大家这个要支持。FB 上架的车后面写大阪完成跟没有写差别在哪里？呃，没有差别，没有写就是我忘记打。<laughs> 我跟你讲，上架的车都是我自己打的，我们这边的车基本上。 除了一些这个进口车，它的水泵补啊，或者正时皮带检测很容易的一些进口车以外，基本上我这边的车只要里程超过八万公里，你买到你手上都已经大保养做好，包含水泵补，包含正时皮带，好超过八万公里。主要是大部分的国产车或者是日系车，大部分的车款，你正时皮带跟水泵补，你其实很难去。 检查到说到底它有没有漏水，或者是它皮带该不该换，你是看不到的。你除非整个把盖子拆开，你才知道。那站我立场，你要把它拆开，那你干脆就换了。即使拆开发现它很新，还是换。它也许只是看起来很新而已，因为前车主不是每个前车主都会跟我们很确切的讲说，哦，我是在什么时候换了水棒，补，换了正时皮带。所以一旦我们拆开，就是换。 就算看起来很新，也是换掉。有时候以前刚开始跟我们配合修理厂，他拆开他会跟我说：“小四，他、啊、是拆开看水泵补还很新呢。”那我就问他说：“啊，很新，可以跟客人说新的吗？不行吗？」第二个，好按、啊、你说很新，你现在没换，万一客人这个回去开开水泵不挂了，修理厂你要负责吗？他说不要，好吧，那你就把它换掉，懂吗？我觉得有时候这是一个概念呐。比如说，我举一个例子好了，电瓶。 电瓶，我们在检测车的过程当中，如果电瓶看起来，哇，看整颗电瓶亮晶晶，跟新的一样。然后我我量测，诶，可是量测剩下五十趴、六十趴。那我可以因为它很新，我就不换吗？不行，因为我如果没换回去，客人开了一个月没电了，他回来找我，小师你为什么我没办法换？那今天如果我把它换成新的，回去一样过一个月，诶，它没电了。 客人会回来说：“小师，为什么你卖我的车电瓶一个月都就没电了？”哎，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讲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时候也帮你换新的啦、啊。那至于是这个新的电瓶的问题，好，还是有其他问题我不晓得，但是我确实电瓶帮你换新。所以有时候这个做换新这个动作，意义上大于实质上的意义。有些人会讲说啊，我跟你供啊，我跟你讲这也是话术嘛。啊，对，刚刚计程车话术我还没跟大家讲到，计程车话术就是什么？我跟你讲哦，他们在，我不是说以前整场都卖计程车吗？ 他来就说，有时候客人会发现，诶、欸、你这有黄漆，你这之前是不是计程车？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外公，郎 K，爱爱包槟榔吗？今天要播吗？<laughs> 很累，很累啊！每星期要演，很累。他们的话术就会说，哎、欸，你是当 K 外陈大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怎样哦、喔？这个车主他很顾车哦、喔。对，计程车我刚刚讲哦，改回自用，通常还伴随着要调表嘛。诶、欸、要不然一台车表上面二三十万公里是没人敢买的，一定是调低。 好，每台车一定是调低。哎、欸，大哥，你看这，买中介税才跑八万公里而已，你知道吗？他本来在上班，本来工程师，被人家怎样抬逃、洗逃喽？哦，时机不好，他只好怎样去把它挂继程车牌，跑个两三个月，终于找到工作了，所以他就这个又改回自用了。所以时机不好，开过一阵子计程车，这个是以前最常用的卖计程车改自用的一个话术，这第一种说法。第二种说法是什么？ 我跟你讲，他就是为了我跟你讲，他们不是在开计程车，他就是为了省税金，因为计程车税金比较便宜嘛，有优惠嘛，他为了省税金，所以他是挂计程车。可是他其实他是自用的，所以后来他现在改回自用卖。好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车况很好，很少开，有没有？这第二种说法嘛。第一个是开过几个月，第一个是他为了省税金，所以他之前才领这个计程车牌嘛。然后第三个是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哈就是怎样开计程车不好好开，你看他里程开这么少，还掐赛主油来供。 拢去 n 啥物啊，依在诶计程车行毋是拢伫 n g 有没有？以前都在什么福河桥，还什么中正桥桥下。比如说，我讲这人吼、喔，甲因某讲，哎、欸，某诶啊，我出门吼、喔，你去招车吼、喔，啊出去之后，我讲都招去迄个车行，计程车行，计程车行掉十三 G，拢无你罩都没走都不认真跑。后来吼输输钱输太多，所以卖来给我换现金还人家钱。你看他才跑六万公里而已，哪有计程车？ 跑六万公里的，哦，这个不认真跑的计程车啦，哦，所以这也魅力。你看，它又比其他正常车还便宜，你享受正常车的车况里程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价钱，你是买到计程车的价钱，哦，小狐狸呀，我、哦、便宜给你了。好、哦，那个时候用最多的话术就是这个。现在多元化车的要怎么看？过了三手也看不出来，没有啊，监理站查得出来啊。 你上监理网站输入车号，你就可以看到上次的车号啊。小司有要再进 Q 五十进来卖吗？哦，不要 Q 五十，好难卖哦、喔。这一台 Q 五十卖好久、喔，车况那么好，里程又不高，卖那么久又白的，就有点不想卖了。不是现在很尴尬？我讲现在出去买漂亮里程数低的车，车价都比去年还要高。然后回来第一个车价高就什么压缩到利润啊？你开高，你又卖得久；你开低又不划算。我认真讲，你一台车花七八十万回来。 叫你赚两三万，CP 值太低了，真的啦啊！不是说我贪心要赚很多，因为公司有一定的开销，所以一台车的利润它一定要到一个程度，我才有办法维持公司的营运。哦，今天不是说妈的，我想要赚到开林宝坚尼、法拉利，对不对？当然有机会的话，我是想要开啊、哦，可是不是说啊，我们要赚很多，因为现在这个时机，我们最少你要维持公司的营运，它就是要有一个乘数。好、哦，比如说。 我常常在讲的，一到两层，你最少就是要维持住最少一层的利润，要不然做这个生意真的是风险太高，好利润太低，啊，没有什么意义，浪费时间。你知道，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情形嘛，我进了一台车回来，就赚出去的利息，再发这个人员的奖金、人事行政费用，摊一摊，干那车根本几乎就是没赚钱，那我干嘛去做这件事情？ 然后去跟人家收车的时候，哎，阿妈阿爸，哇，客人啊，陈大哥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讲，我这这你的车况真的很好、啊，不要卖我那么贵，拜托卖给我啊，不然我们各退一步啊，好不好？妈的，永永远都退退退退退，妈，退到妈的，退到总统府去了，还在退。然后回来嘛，花很多时间检查整理完上架，然后这个好客人要来买了，啊，又来了，哎，陈、呃、大哥你好你好你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车真的很好，不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价钱真的没有办法，我们这个真的。 你看我们这一连串的检查哦，我们这公司有我们的 SOP，我们服务人员他给你服务，你之后换雨刷、洗车、保养什么，我们这边一条龙服务哇，好，我们这里不止一条龙服务，我以后我们这边还会卖一条鞭，金门一条根，我们都会有，好不好？哦，刚才又要卖了吧？就一轮下来，啪，利润发出去，看摩探几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我我没有办法，有些车真的它涨价，或是它利润没有办法维持。 我做那件事情会变成很像在做公益啊！公益我们每个月都在做了，好，应该不用再继续这样做公益下去。而且，如果用这种方式做公益，客人还不觉得你在做公益，他还是觉得，比如说我刚刚讲的，我卖了一台 Q 五十出去，结果赚不到那个钱，把所有的费用摊体以后，我根本是做白工。这一件事我可以当做做公益，我 OK。问题是买的客人他他有觉得他做公益吗？没有，他还是觉得小四赚我很多钱。 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事情要分开，我要做公益，我就真的是做公益，所以来买的人就知道我买这个车全部钱捐出去啊、哦，真的是做公益。好、哦，我认为这要分清楚。所以有一些车不是它不好，或者是它很烂，或者是它不能卖，而是真的以现在这个时机，真的有一些车款买回来真的会贵很多，然后压缩到利润，所以我还是得要开一个合宜的价格。讲真的，小四收车价比别人高，我朋友去年才去卖。 没有啦，我也是看口味啦，我不敢讲说我的收车价一定比人家高。我觉得我那个时间点刚好这一款车卖的顺，那我收高，OK。也许我某个时间点我对那个车我很讨厌那个车，我不喜欢那个车，好或那个时间点我觉得那是很烂，好我也肯估很低，所以不一定啦，真的不一定。我就笑笑，我今天笑笑啦。但大部分只要。 我的常卖的车款，基本上我价钱应该是不会跟别人差太多啦，应该是这样讲。奥德赛八人价位好高，不是八人价位好高，那个进来的嘛，就这么高，我也没办法。那个也是涨价，因为好像听说是不是停产还是不会进了，我不晓得，我好像有听说吧。所以那个车奥德赛涨价了，现在七人座车越来越少了嘛，以前很多呢。你看以前光三菱就有好多，Space Gear 有没有？还有那个有的福利卡也有加装的。 然后连那个 Savery i 有没有？光一台那个一个 mitsubishi 就有三台六人座以上的车子，有没有发现？现在这种五加二啦，或六人座以上的车啊，现在车款其实能选择的东西越来越少，反而进口车变多了。以前进口车其实没有那么多七人座车。 我今天有准备一些常常在网络上看到的月经文，因为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，很多人习惯在网络上问说：“小师，我车子哈前面有听到一个扣扣扣扣的声音，那请问大概是什么地方坏掉？”那以前我会很认真的去问说：“哎，是哪里传过来的？哦，那你觉得是引擎的声音还是底盘的声音呢？哦，还是你觉得是什么什么什么的？”现在我觉得我一律都说，那我是建议你去找个。 口碑好的保养厂检查一下比较实在哦。有个声音，你也不要在那边，我给你的答案也没有把握，那你不如实际请专业的去判断一下有没有造成你危险的疑虑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是小四哥，我觉得我在车开的时候，哎，前面有车体在抖的感觉。那抖有很多种，像刚刚有人问嘛，哈、哦，是底盘抖、引擎抖，对不对？还是这个什么东西在抖？不晓得，你还是要去检查一下会比较好了。 不要用这个隔空抓药的啦。好，那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有很多哈、哦，例如说有人说就贴一个网址给我哦，八八九一也好啦，什么 SUM 赏车网、三小网哦，贴也好，或是 FB 贴给我，对不对？说哎、欸，小四哥，请问这台车可以买吗？我看你好，我关录音哦，<laughs> 啊，这很像你带一个女的来了，小四哥，这個、女的可以娶吗？ 我来哉！你大几条橡皮，完美照来，按、啊、锥子脸，嘴巴小小的啊，眼睛他妈的弄得跟跟那个啊那个叫尼罗河女儿一样大啊，整个脸都白到不行，快糊掉这样，快跟背景融为一体，对不对？然后胸部有个小草莓，然后你问我说：“小师哥，这个女的可以娶吗？”我来哉啊，我来哉，这很常遇到。这边宣导一下，有时候你夜深人静要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自己忽然。 你自己思考一下，说问这个问题到底期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，真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四哥哈，他一样贴一个网址给我，小四哥他卖多少钱？请问这个价钱可以买吗？那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讲那个价钱可不可以买，因为我只看到一个照片，然后跟他的叙述。不是，其实我可以告诉你说，呃，他开的价钱符不符合这台车的行情？但是我很担心说，我这样的回答会引发你购买的欲望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。 我没有看到的东西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车可不可以买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价钱可不可以买。虽然他现在这个，他假设他开价五十万，诶，蛮符合市场行情的。但我不能这样回答你，你知道吗？我如果你贴给我，然后小师哥，请问他开价五十万会太贵吗？我如果跟你讲说，诶，不会啊，蛮符合市场行情的，那会不会引发你觉得这台车可以买的欲望？那你因为听小师哥说五十万觉得合理，然后你就去买了，那万一那台车是个烂车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这样回答你。 我当然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，我常常在影片说，诶、欸、这个车市面上的收购价大概多少钱？好、哦，那卖出来的价钱大概是多少钱？我都很愿意跟大家分享。可是当你有一个标的物在那边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说，诶、欸、我觉得蛮符合行情的。结果你真的去买了啊？你讲的拍贵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变成小四害你吃到坏果？拍贵，<laughs> 好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这样回答你。哦，还有一，还有一种就是他已经买了，小四我。 昨天去社团哪里买了一台几年的什么车啊？贴个照片给我，说小石让、啊、我买三十万会太贵吗？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呀、啊！啊，你摸已经戳啊！啊，小石哥，你看这个，我昨天刚办完结婚手续这我老婆，请问我娶这老婆 OK 吗？刚才我可以跟你讲说，我觉得不怎么样吗？哦、我干嘛？哎、欸，这个下巴有点太长啊？怎么鼻孔有点大？是不是有点朝天鼻？哎、欸，眼睛小小的呢，我有可能这样讲吗？啊，你都已经戳啊！ 他可能他期望得到一些很正面的答案，哦，很棒啊，很漂亮，哇，买三十万不贵。可是问题是，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你问我说，哎、欸，小四哥，我这样买三十万可以吗？我我买几价我不知道，没办他去回答。再第二个，我也不知道车的车况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讲，你买三十万到底是算贵还是便宜。好、哦，搞不好你的车很棒，对不对？你买了一台这个万中选一，他曾经去这个开过光，对不对？加持过，搞不好啊，对不对？ 所以三十万超便宜，哦，也有可能啊，啊，这这真的没有办法回答啦。只是我不知道，因为很长有这样的问题，很长非常长，长到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每天一直回答重复的这些问题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有时候希望哈，很多的消费者，如果你有私讯粉丝专业，不要觉得我们回答很简短，好，或回答很自私，因为真的我每天要回太多太多这样子的讯息。 所以我没有办法每一个都那么大篇幅的去回答每一位朋友，我只能用最简洁的方式，因为我每次我只要下班回家，我都十二点、一点、两点再回这一些讯息，所以那个一旦回起来，那个真的很煎熬、很痛苦，要回很久，所以有时候会比较简洁，好不好？他、啊、还有一种就是他贴了一个车行，说：“哎、欸，小四哥，请问一下哈，这一间车行风评怎么样？”我跟你讲，就算他风评很差，我也不会告诉你，真的，我认真。 哎、欸，你想想看哦，你换个立场，哦，虽然小诗是很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好的二手车，你真的贴了一个车行的名字给我，然后我真的觉得他是个烂车行，然后我真的就跟你讲，干这车行很烂，不要去。我回答这个东西，我帮助到你了，对我有没有好处？没有，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一丁点好处都没有，只有坏处跟风险。为什么？你把我的对话截图，你留出去，你去跟那个车行讲，倒霉的是我。 哇上面后出嘛不，哦，所以也不要奢望说你把车行名字告诉我，我会告诉你，我真的不会告诉你，我何必做这件事情？对我来讲，真的吃力不讨好。好，你不跟我买就算了，我没差，没有缘分。你要去跟别人买，还请我来淌这个浑水，我何必呢？所以我说过一句话，我再次分享，很多的案例推给我，小是我在某一间车行，哈。 发生了这一些纠纷，你千万你要问我这些问题，你不要告诉我是哪一间车行，你就不要告诉我是哪一间车行。你只要一旦你的问题上面，你传给我的合约书上面，好，你的问题里面有某县市哪一间车行的名字，我绝对不会回答你相关的问题，因为有针对性，懂我意思吗？相对的小四也不会推荐说某县市的某几间车行风评好，不会啊。对我来讲有什么好处？我、哦、跟你讲哪几间风评好，你就不会来跟我买了呢？ 呵呵呵呵哈！对对对！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今天这个来看我哈，今天陈大哥没有出现，陈大哥看时间出现，看心情出现，好不好？晚安了哈，晚安了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晚安。